開懷大招，好啦，最後入閘，我願意係等埋呢一匹馬，佢就排五檔嘅，睇下佢集張點啦。全部馬不準備多檔，十場三班千六米嘅路程準備，暫時大熱係五馬。好啦，工作人員亦都散開，黃旗巨翼。隨時起步噶啦，好啦，一開閘嘅時候咧都好齊嘅，前面快噶嘛，中間位置數虎勇士喎，響內欄月木星光喳喳聲，紅衫走上去啦，咁啊中間非凡才子，出邊水火風啦，外邊仲有正時機啦，跟住個馬林大約第六位咧，紫色面褲係我願意啊，咁啊內欄黃衫雙白旗啦，咁啊出邊粉紅衫，大約跟住個第八位就首飾大帝啊，再下一層嘅馬紅衫內欄關鍵時機啦，淺藍衫大約尾五度咧就全民皆知啊。再後面的馬先見到開懷大笑，尾三位置天衣無縫，尾二勤德兼備，暫時殿後都落後得挺遠，那隻友誼之星來的。好了，接近這個香港體育園灣，前面帶頭的馬內欄位置是月木星光，水火風響外面，跟著第三位綠色衫數虎勇士，內欄第四還有雙白旗，中間第五位黃衫白帽就非凡才子，再後面中檔灰色衫紫色面褲就是我願意，在外面正時機一路三搭望空，內欄紅衫大約七八位嗰只咧就關鍵時機，後啲先有首飾大帝，咁啊天衣無縫啊！尾四全民皆知，尾三藍色眼罩黃衫掟出去啦，開懷大笑啊！內欄博位嗰兩隻響後邊咧就勤德兼備友誼之星啊！好啦，最後直路前面透出嘅馬咧就月木星光啊！咁啊見到內欄位置雙白旗已經上嚟啦，中檔位置追有非凡才子數虎勇士啊，後多層嘅馬就水火風啦，入邊全民皆知唔夠位啊，咁啊反而外邊上中嘅關鍵時機啦，大外檔上緊嚟就開懷大笑，最後一百米。到啦，非凡才子透出埋边追嘅守护勇士，中间上仲有关键时机，出边首饰大帝接近终点，非凡才子仲系占先，关键时机越逼越近，两匹马相当接近啊！咁啊，似乎最后嗰步即非凡才子咧，嗱仲有机会噶，呢只非凡才子一路系占先噶，红衫关键时机就逐步逐步上紧嚟，第三名咧就系嗰只首饰大帝，咁啊至于第四名外边系开怀大笑。入面是守护勇士要影相，要非凡才子睇嚟顶到啦，杨明伦啦，跑第二名咧就系十二号关键时机啊，何泽尧啊，临尾落好多飞啊，第三名啊，三号嘅首饰大帝都继续准成，哇，莫雷拉，第四名咧十一号啊，咁啊守护勇士啊，田泰安，杨明伦用天鹏，最后食翻个尾壶先，啱啱顶到啊，系啦，咩关键时机临尾都九点八倍啊，如狼似虎啊。爭少少，咁啊，終於坐正啦！非凡才子啊，兩個第二。嗰只全民皆知都失咗一輪啦，好近嘅翻到嚟。嗰只九號，thank you.
啦，睇下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啊就系二号嘅非凡才子，独人派62.5，位置派20蚊；跑第二名咧系12号嘅关键时机，位置派35.5；跑第三名啊就系3号嘅首饰大帝，位置派37.5，连日位2搭12，派427.5。三重彩二号、十二号、三号顺序派9313蚊，单贴派1918蚊，位置 Q 2搭12派144.5，2搭3派104蚊，3搭12派316蚊，跑第四名咧就系11号嘅守护勇士。三拣一预计派彩啦，又开 A 一隔夜热门嘅派34蚊。好，今日騎師王嘅預計賽果啦，騎師編號1号嘅莫雷拉呀，積分就係40分咧，就封咗王嘅。有大熱封王啦，都係準啊！嗰隻首飾大帝啊，嗯，又攞第三。咁啊，嘉玲觀眾留意翻啦，咁啊，如果想睇翻咧尾場正式賽果同埋其他嘅大彩持牌賽，可以上翻熒光網上馬會網頁啦 ，www.hkjc.com 啊，咁啊，重温翻今日10場同埋咧日本嘅大阪杯嗰日啊。咁啊，嚟緊下一次賽事就喺星期三啦，不過就計咗喺沙田啦，跑全禮啊。好啦，恭喜曬藥明倫啦，復出咧都贏翻場啊，尾場都幫呢匹馬打開城門。今日拱前啲啊，真係啊，真係冇到咁厚啦。咪啱啱力佢嗰隻關鍵時機，嗰隻揾咗一輪位啊，嗰隻關鍵時機啊。都追得好厲害啊！頭兩段都放得幾快啊！呢一組好，識翻個美虎啊，容天鵬到17 win 啊，今季容天鵬。好啦，睇下四連環預計派彩，2號、3號、11號、12號派1983蚊。四重彩二计派彩啦，2号、12号、3号、11号顺序派43984蚊。咁啊，嚟紧就继续啊，星期三喺沙田马场啊，全泥夜宴啦，八场嘅泥地夜赛啊。都成堆衝到上嚟，哇！內檔嗰只初出馬就得，嗰只犀利，後備補出嗰只啊嘛，全民皆知啦，幾乎馬名都未噏得出嚟。係啊，啱啱夠3歲嘅啫喎，仲要初出跑1600。係啊，呢只就真係有啲誇張。喂，如果佢唔係佢唔係運啊，我諗佢真係又上咗名，有啲機會上到嚟噶。即係留意下佢點跑啊！佢運嘅時間唔短添㗎，因為入到直路。咁乜有啲估唔到咧？個步速係比想象中快嘅，1分10秒93。你又唔知水火風啊，走上嚟拍咯。開頭諗住全組抹得只月木星光走嘅啫嘛。但水火風外檔，佢喺三疊就唯有移咗上去二疊。個口佢自己都 settle 唔到啦。settle 唔到啦，搶啊！即係同佢上一次，哇！喺內欄。個形勢又唔同咗啦！啊，呢次係俾得太上次又冇位上，今次就俾得太多位佢，俾太多位咯，開頭以為嗰個488場次，即係你站馬有份跑嘅場，未標高水準，一排馬近又好難贏嘅，首飾大帝都贏，唔係都係咁站馬翻嚟，都係喎，1、2、4名都係嗰站馬嚟嘅喎，執咗位啫嘛，就非凡才子首飾大帝咯，係咯，係水火風事啊，冇咗冇咗咯，咁佢跑法唔同咗咯。哦，飛到好開嗰只，開懷大笑。轉彎嗰度有少少論盡啊！好論盡咁咪少少，少少論盡就呢只全民皆知，都運到100幾先騎得嘅，其實兩步就上過嚟啦。哇！而好洶湧咁樣湧上嚟嗰只關鍵時機咧，睇佢點樣出嚟喎？佢都係要轉位㗎，佢都唔係揾個位出嚟咯，梗佢。嗱，佢揾到位嘅時候，全民皆知都仲運緊嘅。啊，呢度100幾啊，嗰只全民皆知先騎得啫嘛。其實開懷大笑都追翻好近嘅，上到前面嗰堆啦都。
睇第四名張相啦，就係數勇士到轉個好闊彎嘅。分段時間頭段24秒21，第段係22秒23，第三段24秒49，末段24秒46，總時間咧1分35秒39嘅。咁有時候會計錯數，開頭真係我你話齋諗住場未必有步速啦，月目星光就走，所以佢哋臨場都就話係揀唔揀月目星光，可能得佢走啊唔得啩沙田。咁但係就係諗住係慢步速會咁樣嘅思維咯。咁慢步速嘅思維就諗住關鍵時機呢會好蝕底咧，佢一定早啲一定慢，一定追嘅。啊！結果步速唔慢，多咗水火風走啊！咁今日有兩場嗰啲賽事噶，咪即係千八嗰場咯。金絲雷將火化放到哇快得咁緊要嘅，你有啲估唔到嘅都係。你又諗住水火風咁啊？雖然外檔，但有潘頓睇下中間攝唔攝到位啦。以為佢會攝咯，但係佢走上。咁啊，頭先講啦，就係啦，關鍵時機出嚟嗰陣咧，見到話佢隔離就我願意啦，再後少少我就正時機，尤其正時機啦，嗰度嘣一聲 check 咗噶嘛。咁但係咧冇事，告戒啫。咁啊，譴責啊，唔係告戒啊，小組就嚴厲譴責咗騎呢個關鍵時機嘅阿何澤耀啦，就告戒佢類似情況之下轉跑線嘅時候要確保充分帶嚟咯。其實即係佢閃到嗰只我願意先，咁啊我願意後邊嗰度又係只正時機係 check 得比較緊要。嚇、啊，即係類似布文啦，添滿意轉位嗰啲嚇，不過佢就冇咁嚴重版啦。布文嚴重啲，布文係直情打橫撞到隔離成。布文就等於何澤耀嗰次早幾年嘅加州再現嗰啲咁噶啦，嗰啲係嚴重好多嘅。不過關鍵時機呢、這個都好問邊㗎啦，不過就係譴責咗咁樣樣啦。咁啊，結果嗱就好似覺得啊，上次都好問水贏到嗰只首飾大帝，呢場都有分喎，攞到喎，係啦。佢都係好 fit 嘅馬咯，就係我就你信唔信啊？佢好 fit 嘅，個都唔信嘅啫。諗住上次係一個問，所以佢好 fit， 咁啊令到阿莫雷拉都嚇即係封王啦，就係。贏埋佢之後咧，咁啊今跑到有分啦嚇，咁啊結果就莫雷拉就一號騎師攞到40分，成為今日嘅騎師王。佢有 win 冇計分㗎啦，已經。